哎，美女，美女，起来，来，我的酒，酒呢？哎，走走走，回家喝，让你别喝这么多呢。你认识这位小姐吗？别多管闲事儿啊。她是我朋友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的脏手再敢碰我朋友一下，我直接报警。等着。小姐。抱一个陌生人抱这么紧，我是不是该大叫非礼啊？这是哪儿？完全没有印象，衣服都穿着，应该没有发生什么。淡定，淡定。早啊。你谁啊？这房子的主人，要不要试试大厨的爱心早餐？我不认识你吧？你不需要认识我。坐啊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你放心，昨天晚上是你主动搂着我的腰，其他事情什么都没发生。那既然如此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，自己吃吧。你连句谢谢也不说就走了？程大厨亲自做的爱心早餐，你都不吃？